那是封神金木。啊！啊！喂，那家伙好像完全没事。自信点，热血小子，把好像去掉。休想！给你点护照。一定要配合好杨天。喂，母亲，好，好。啊！李小张，别分神。糟了！啊！小张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啊？不管是一开始还是霸炎枪的攻击，小张，你在犹豫什么？平常的你早就一枪打过去了。我没反应过来。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畏手畏脚就是在等杨天的攻击，对吧？这有什么问题？我不等他还怎么双剑合璧？你觉得你很聪明？不用全力，就你那半吊子的攻击，打中敌将也没用。哼，默契不是迁就，这不像平时的你。小张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啊，我。我不想再输了，是我不够强，大家才会。我怕我会害了大家，行了吧？可恶！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我要怎么才能变强啊？对，现在的你弱爆了。你，算了，你爱说就说吧。怎么，弱的不敢回嘴了？你这么厉害，你能打败虫鸣吗？不能。那你有办法收拾胖头鸟吗？没有。那你就别教训我。哼！站住！杨天，你以为就你经历过失败，耍什么小性子？我受够了！你们都说我这身体能拯救宇宙，可我却连朋友都拯救不了。杨天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？你以为就你一个不知道，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。妈妈被阴帝国抓走时，我也和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。妈妈，你要不是妈妈把我藏起来，我已经和村里的大家一样被九级消灭了。妖狐九级？那时候我头脑也是一片空白，没有任何办法。啊！我也懊悔过，痛恨自己的弱小，可原地踏步没有任何意义。想变强，想找到答案，我们只有走下去，我绝不停下。你呢？我比起之前，我更讨厌现在的你。啊，这下麻烦。没事，男孩子的友情是这样的。好，该去准备了。行吧，都让你懂完了。排球？对，你们虽然动作同步，可还是没能真正的配合。为什么？时机。
你和李小扎一个远程一个近战，强行让你们动作一致只会绑手绑脚影响战斗，所以你们必须掌握彼此攻击的时机。别忙着说，要是李小扎不来呢？他会来的。杨天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说这就是男孩子的友情。我来了。抱歉，我先去吃了点宵夜。瞧，好吧，来吧，我可是天才，学的一定比你快。哼。开始特训。就是帝江。喂，起来啊，胖头鸟！来吧，这次我们一定会赢！天眼金神，召来！一前一后怎么同时攻击啊？看招！霸天枪！天狼武装！银弹！金步！杨天，你这是往哪瞄呢？哦，好配合，不过这样的威力还是打不倒帝江啊。别急，接下来才是正戏。哎，这怎么都是元素攻击？不行，你们应该……太吵了，好好看，别说话。飞燕旋刃，冰点轰炸，原来如此，是障眼法。哼，这下你就看不清我们是元素还是物理攻击了。接招吧，复活之轮。鸵鸟上当了，我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绝对灵动爆。居然只靠配合就破解了帝江的能力。就是现在，you
天，厉害吧？嗯，打得不错，小张。当然。等等，你刚才喊我名字了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没有，你听错了。不可能！来来来，你再喊一次。嗯？哎，这是地球。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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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原来如此，这才是真正的地窖。队长，你能听懂鸟话？拜托，我可是雷鸟星人。好了，等我先问正事。叽咕叽叽咕咯叽叽叽咕叽。嗯，原来是这样，我们错了。小迪家偶然在河里发现了一个超大的怪苹果，肚子饿的他立马大吃特吃，可就是因为吃了那些怪苹果，地窖才会变大，还因此能量暴涨，时空暴走了。这些果实的能量反应和风神积木一样，地窖就是因为吸收了果实里的风神积木能量才会失控。果实是从上游飘过来，也就是说风神积木就在截出这些果实的大树呢。